你去吧，我不去。好了吧，我有要紧事要赶回香港。行行行行行，把枪扔掉。好吧，有情况再通知我，去吧。喂，你也收到情报了吗？是吗？没有啊。没有这样的事。不过我一定要提醒你，如果你做了，好啊。妈妈已经死了。哎，不要紧的，还有舅舅在。哎，你先别走，这件事跟你有密切的关系，你最好跟我好好的。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专骗女孩子，好像现在这样子。你有钱，我有货，这生意一定成功。好，合作愉快。我深入的调查。记住，一定有人赃并获。那好。原来香港的是他们绑架我来的。有生意做就行了。哎，马大哥呢？在那边。哦，哎，南希，我真是野兽，照怎么看，早晚会轮到我们的，我们一定要。黑社会？那还关注着很多女孩子呢，你知不知道关在哪里呀？我知道，我们去。这位总督察是自己人。哦，我们进去谈谈。我们进去谈。马拉到这儿来是我的意思。啊？我也是逼不得已呀。到底为什么？你。